时间丢了我，断断续续的，是怎样的人？谁呀、啊？送快递的。我没有快递呀、啊。你是白雪公主吗？对啊。你想吃苹果吗？你有毛病啊！你不是最喜欢苹果了？你看这个苹果红红的，一定很好吃。我不要，吃一口吧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求求你！我即将得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老大，她早就醒不过来了。没关系，她会爱上她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。上！白雪公主遇害的消息传出后，无数英雄好汉纷纷赶来营救，其中包括这位王子。喂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邪恶的帅哥在白雪公主家外面放了一套巨龙，只要看见人就会咬啊！巨龙会喷火的那种吗？别去了，快跑吧！为了白雪公主，我跟你拼了！可是白雪公主却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起床了！是你救的我。爹，把他摁住了，摁住了，开车，开车，快点！让他在这里等死吧，我们走。你等一等，难道连一口水都不给我喝吗？哈哈，还要喝水？老大说了，不要让他活下去。你想喝水是吗？你们这帮小人，我们走！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啊！咋不动荡荡？咋不发？咋不荡荡？咋不荡荡？人生是陪伴的，无论疾苦贫富，我愿意。有人反对这场？你是谁？你不认得我了吗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滚呀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报仇！求求你放了我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难道还是无意的吗？等等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当初是我唤醒了你，他是冒名顶替的。这是真的吗？为了把你夺走，他竟然派人把我丢在沙漠里。你这个禽兽！等等，女神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哼！啊！
瓶，再来一瓶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给我闭嘴，直到永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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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远。你以为你们走得了吗？弟兄们，谁能把白雪公主抢过来，她就归你了。哎，你别乱来啊！别乱来啊！都给我住手！现在是文明社会，怎么能打架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如你们来看饮料吧，谁中奖了我就归谁。我中了，再来一瓶。白雪公主是我的啊！我中了，我也中了，我也中了，我也中了，还有我，我也中了。可是白雪公主只有一个，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分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西西的中奖率高达27%吗？你看，中了！你看，又中了！怎么又是27%？去年不是拍过了吗？年年都有奖，不拍不行啊！而且还有机会赢得由上头摩根提供的价值4999元的七星大奖哦！更多详情请登录七喜官方微博。